全新原创中国新歌声全球首播。哪国都有三轮车呀，待会儿我就要去机场了，我今天要飞回北京了。虽然说来了连十天都没有啊，但是觉得就哎呀舍不得了。回去吧，不要送了，我给你们做的饭都快凉了吧。老大不在，我们要一个新的 leader。轮流啊，一人一天了。如果直接当老大可以啊，有福大家享，有难则你当啊。好，没问题。对啊，祝贺一下老大，新老大。好，谢谢。我不做老大很多年了，明天别忘了收拾箱子带走啊。睡前猜。嗯，没想到郭老师从咱们东方卫视花样男团归来之后，我发现变得越来越帅了，多漂亮！我要控诉一下东方卫视花样男团。哦，怎么了？啊，对，因为这个我上了他们的当了。啊？他们说来做一个真人秀吧，我说我不去，够一万多节目找我了，我说我受不了这个累。他们说来吧，游山玩水，我就答应了，因为是《笑傲江湖》的团队做的花样男团，靠谱。哎。一进组他们说了，不开心就翻脸，想闹就闹啊，争取你们带着所有的演员消失才好了。我都帮他们做到了。要不要看？哈哈哈，选老大是逗你们的呢，明天将来一位新老大。艾格尔始建于11世纪，是匈牙利北部的英雄古城，因丰富的温泉资源，盛产公牛血，还有它的历史与城堡建筑而闻名。这里曾为抗击土耳其大军而发生过各种不同规模的战役。监狱博物馆、蜡像馆、造币展览馆以及美术馆都将这历史的一幕不断再现。为了重现这座英雄古城的风貌，自1994年开始，艾格尔每年都会举办音乐、美食、舞蹈节，以及各种中世纪的传统射箭、攀城墙比赛等等。哦，哦，上，绑架他们。哦，爆米花，爆米花，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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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哈哈哈，玄老大是逗你们的呢。明天将来一位新老大，要想从此过，我打你一顿，我打你一顿。大柱子，哎，算了算了算了，大爷大爷，叔，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你怎么就来了？啊，我这不是看见我兴奋吗？我赶紧给各位叔叔大爷。郭麒麟。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那你是？我还多了一个称号。什么称号啊？我就是德云一哥。爸爸呢？走之前呢，留了一封信啊，说呢会有一个新的老大来接替，所以你是我们新的老大。别的都是叔叔大爷的，我来老大不合适。没有，合适合适。说实话，你叫带头就行了啊。乐不乐？说是脱掉吧，脱掉。啊，老大就得先脱衣服。哦，好，先脱吧，先脱。我先脱了，都好了，好了，叔。好，我们掌声欢迎郭麒麟。好，来，谢谢，欢迎我们的新成员郭麒麟。哎，麒麟，你大还他大呀？他大，我最小，我是九几几？九六的，九六啊，九六比我小，九六呀，比我小20岁。哇塞！在城堡中有六位勇士，分别守护着六片盔甲。只要男团完成勇士指定的任务，就可以获得盔甲以及进入下轮抢帽子游戏的资格。整个游戏结果决定了男团当晚的住宿条件。胜者入住豪华酒店，而败者入住当地农舍。我一定要住到好的房间，快！哦，这有一个，来我来了。聚力相扑，在规定的线圈范围内，团员只要将勇士甩出线圈外，即可获胜。哇，这很难呢。撞！加油啊，亮亮！我告诉你，我可是练叶问的。Round one， 叶问。Fight！你输了，你先出去了。He lose. No. He first comes out. No. Yeah, really. No. One more. Yeah. Okay. 帮我拿一下。Thank you. Ready. Fight. Go. 我告诉你。刀枪不入啊！剑剑穿心，团员与勇士进行传统射箭比赛，只要团员所射三箭的环数相加高于勇士，即可获胜。OK， Let's go。
来。我が敵を喰らう。お、オーケー、お、オーケー、イエー。这是什么精神？骑士精神吧。One point.刚才咱们那是外圈第三个。就看我了是吧？没问题，佑哥。嗯，没错。我靠，我怎么觉得好痛啊？哇哇 ，OK，Give me， 哇！哦 ，It's so hot，Yeah，OK， 哎呀妈！这个好帅啊。睡个好觉了，你定了呀？怎么样？请让我笑，在60秒内，完颜在不接触勇士身体的情况下。将勇士斗笑即可获胜。哇！其实这个节目我觉得不好。对，确实不好。他其实是有功力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好。有那么不好也没有那么不好啊。怎么办怎么办哥，好难啊。他笑也没看见啊。大胡子。嘿嘿，我合着你了啊！不能摸呀！我不摸，不摸。哎我！
错了错了，大侠，大侠，啊啊啊！他乐了，啊啊啊！他乐了，他乐了，真的吗？就是林一仙。哦 ，Thank you， 谢谢谢谢。赢了呀 ，I win。哈哈哈哈 OK, how much? OK, thank you. 我代将很像万磁王哎。Jars always wanted to build bridges. 帮我做动画啊！凡人高歌一曲，死了都要爱，只要一字升上六个点即可获胜。我不要比，万一我输了怎么办？哎，一个来唱一句，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OK， 死了都没有太高，太高了，不是要往上高吗？不是。就原来的 key 就好了。死了都要爱，我拒绝大爷。OK， 拜。我试一下。死了都要爱。高了。死了都要爱。OK， 下一个。死了都要爱。啊？这什么呀？升 key。死了，哇塞。没了，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五样，还有亮亮肯定有，我也有啊。然后亮亮身上还有一件盔甲。OK， 行了，那就是说六个都找到了，六个都找到了，最后欧弟没有。我宣布第一个输的是谁？欧弟。谁？因为他没有抢到任何一件盔甲，是用自己花钱买了个塑料头盔。对啊。好，下一轮游戏，抢帽子游戏规则：五位男团成员互抢帽子，最先被摘掉帽子的两人将和欧弟一起体验农舍生活。预备，开始！我们不要抢了，好残忍的，我觉得。弟弟刚来，你这样的话，你多少也得让给人家一个，对不对？不残忍，这样抢才有意思。弟弟，开始了！不要这样，弟弟！我这样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我好累啊，弄一对二了。
你这太强了呀，不能赢啊，输定了呀。问那个哥哥们都是骗子呀。我们三名是优胜者，今天将得到今天的奖励。耶耶！好像并没有人，并没有人为我们欢呼。最终，信、陆毅、贾乃亮获得豪华酒店体验。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暑假，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这应该是我们的吧？好浮夸嘛，浮夸浮夸啊！我好喜欢这件啊！哎呀，喜欢这件啊！Hello，K，Hello，K， 哇，这个太棒了！哇塞 ，Hello， 这是老古董了吧？哇，哎，你小心，他们等一下就不回去了。他们是不是来了还得戴这个钢盔啊？我这很舒服啊，很舒服啊。Lucy，慢慢你就会习惯了。我习惯吧，我习惯不了啊。好了，我们各自上车吧。好吧，亮亮，你那么喜欢，你就跟他们一起走吧。不，走吧。我不，讨厌，很讨厌。哎，钥匙嘞？谁把钥匙拿走了？兄弟，放在这边，没发动呀。啊，我。啊 ，you driver。OK， 上得来吗？可以。Vamos。经历了九天的煎熬，终于可以到温泉酒店了。别哭，耶耶、yeah ！终于可以好好洗个澡，拜拜。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好烂了，拜拜。太好了，不太好。这地方一点兴趣都没有。哇！小心扶住。哇 ！Let's go！ 又熄火了呀！哇！转弯转那么大呀、啊！哇！哦。哦，哥哥，这个风也忍不住呀！我把帽子戴上，对，要不然头会冷，安全一点。对，我也戴。万磁王，小弟弟抓好呀！抓好。哎呀，完蛋了呀！啊，开掉了。爷爷，你好好开呀！我敲你脑袋。哇，真的坐着劳斯的感觉，好东西就是不一样。你看坐在这里面，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很避震，就不像他们那个对战车，它有的防弹的，防弹那个手不扶着都掉下去了。其实来说，我觉得我应该对这个信大爷最好奇吧。信，你让那个你哥哥告诉你信是怎么样的人，他对信很好奇。冠军了呀，当前！怎么办呀？推吧 ，push，we push。我不会被车撞死吧？来 ，Let's go， one， two， three， go。哎，我就说我开吧，爷爷不会开。OK。哇 ！OK， 你 hold in。OK。都没有吧？哎呀，咱们会遇到这么囧的事吗？我觉得他的农庄也就是在应该是这种附近吧。Open this， 打开有 C 有 CD 哎，我来来哇插进去，哇卡夹的，哇插进去，就最早的卡式的，这太厉害了，像胶带一样，这可以吗？可以啊，可以插进去，哇。
朋友们，咱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卡带，我真是没见过。邓丽君的年代，我们是赢家。Gasoline, no gasoline。哎呀，太棒了！晚上有美食、美酒、温泉，哇！咱们完蛋了呀！Stay alive, stay alive。啊，对对对，听过。啊 ，no no no。开着吧，我来。看吧，开始了吧？开始了。来，说，我们好惨啊！你看这个车，完了已经动不了了。我们这个爷爷也很尴尬。完蛋了呀！怎么办呀？没办法呀，回去吧。怎么回去啊？空的呀，什么也没有啊。哦，他有，他是个大富翁。哇哇，哦，有钱人，开玩笑嘛，坐公车耶。对呀。好，来，他有啊，拿着烟毫无危险啊，一边拿着烟一边修车啊，好恐怖啊，突然碰了。嗯，像那个火枪。也不知道到底检查没有检查出来错误。应该可以的。哇，这个烟确实好可怕。太开心了，这才叫旅游。啊！来了十天了，我真的觉得我都快哭了。终于高兴起来了！哇！哦哦 ，OK，Thank you， 每个人一个房间，每个人一个房间。好，我们先进去，再也不要听到欧弟打呼噜了，再也不用听任何人打呼噜了。哇 ，nice！ 我们终于到了呀！照片没带呀、啊？哦，他们是不是在他在一个山上？山上？还是就这栋啊？照片丢了，照片丢了呀！丢了呀！但是没关系，凭我们的记忆力，第一个红屋啊，红，红和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然后伯恩山犬。对，所以听狗的声音应该就可以分辨方位，而且 ，OK， 我略懂一点狗语。真的吗？嗯，来啊，安静。鸟语捏懂，鸟语捏懂。哦，那边，哇塞，呜呜，真的懂啊？嗯，呜呜呜呜。不行不行，住！这边。哇塞！啊，一只黑的。你闭嘴。三蛋，这里面，后边。三蛋。不是。等一下，看一下，这只狗长怎样？哥哥，哎，我觉得每个家有都一个狗呀。好，安静了，再试一次。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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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你确定吗？嗯，我怎么没有听到？不确定，全靠那只狗。等一下我遇到那只狗，我会给它一块肉排吃，如果我有的话。哦，哎，不是那个阿姨吗？哪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啊，是不是这边啊？哦，对。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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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ay. Is that what's on the back? Wow. We are here. Oh my gosh. Wow. 在游戏中失利的几人来到基石纳瑙，这是一座位于匈牙利赫维什州的小镇。村中的房屋都保持着统一的民俗风格。这所农场是由一对热爱生活的母女自主经营，经常对来往的游客开放。Nice to meet you. 对不对 ？We just lose, and we just hear the dog. Whoa, whoa, whoa! Where's the dog? It's dog. 出去了。Bella. 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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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Is it Bello? Is that Dolly? Dolly. Bello. Good. Wow. Good. Megmutattam nektek a szobákat, hogy hol fogtok aludni. Si. Okay. 哇，这真的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一个小农场。Is it a fresh castle? Thank you. Wow. So cute. Wow. Wow. 三个人呀。哇，够了呀。够了呀。够了吗？够了呀。弟弟睡沙发呀。弟弟睡。最小的弟弟睡床呀。对。哦，你比较大，你让弟弟嘛？什么呀？让弟弟呀？完蛋了呀！这还有一个吧？挺好的呀。还有吗 ？OK， one room， it's one room。Oh no！ 厕所卫生间。OK， OK。累死我了。No, Fiuk. OK. Ada, ide föl kell tenni. Vacsora. OK. Ezt így fogod, összetöröd. Oh, understand. És oda csináljatok tüzet. OK, understand. OK. Yeah. Okay. This me. OK. OK, ni. És azt össze kell törni. OK. És oda kell csinálni tüzet, hogyha enni akartok. OK. 搞柴，然后那个点火，做水。Yeah. Oh. 哎，怎么办？我已经慢慢听得懂妈妈讲什么了。哇塞！那我用这个吧。OK， 水在哪里？用力！拿住啊，小心哥哥！哇！太大了吧！啊 ，Fiuk, ezt komolyan gondoltátok? No.Ez nem oké. Onnan hozzátok a gyújtó. Oké. Amikor már van kicsi tűz, egy-kettő. Oké. Hozzátok az apróságokat. Oké.给他们打个电话，不用打，他们好像故意装作很开心的样子，气我们呗。对他们想气我们。
老婆来电话了。老婆，我跟陆毅哥，我们俩看着广阔的叫什么森林吧，嗯，享受着我们胜利的果实，胜利的果实，一会儿还要去泡一个温泉。对啊，对啊，赢了就可以享受这些。不行。啊，好吧，啊，拜拜，露露，拍戏地方有甲醛，而且超标，他一进去之后眼睛熏的就会流眼泪。嗯，我太知道这种感觉了，就是都有过，以前根本没想那些，最后自己身体，我有一次熏的整个人回到家都迷糊了。哎，以后拍戏可以签合同，都签合同了，我只拍外景。看那边，那边是游泳池，温泉好像就在酒店楼下。要不玩会儿去？走，我帮那谁，帮欧弟和那个大柱子他们多泡一泡。我帮他们多泡一泡。Thank you. 哎，我看这些材料，妈妈应该是要做那个匈牙利牛肉汤给我们喝。哎，真的吗？嗯，很地道的哦。哦，而且是自己亲手做的，这个不容易哎。OK。哎，你没有想过，居然那个语言不通也可以，我们就莫名其妙就干起家事了。对，打工可以啊。打工呀，我们是来莫名其妙来人家家里打工呀。我觉得和我来的时候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肯定的呀。当然。我以为来到欧洲都是高端大气。真人秀呀！啊，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这样想的呀。我以为都是王子公主一般的生活。哎呀，完全没有，从来没有过过呀。OK。És akkor ki fogja összevágni, mert még a húsa sincsenek sehogy. OK. Hát, so hard. Jó, 这样子。哇，人家这样就啊，对不对？你看你机会被抢走了，你看。他那个东西最少，当然快了，是吧？走 ，so high，yeah OK。哥哥，你这会儿就不要想这么多了，好吗？啊，是吗？你那个最难切，而且你还……我这个真的很难切啊，这个刀很钝啊。咱们要切到什么时候啊？No， too hot。凭什么他在那边打情骂俏呀？好气氛啊！哥哥，我真的生气了！哇！觉得我们几个前辈这样对小的好吗？当然好啊。我们就好好吃一顿，也算是对得起他们。对，我刚才还说呢，我说快乐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他们已经那么痛苦了，我们就得好好的快乐。红辣椒好辣，悠着点啊！吃。哇！这真挺辣的。你不要演戏啊！你试一下，一点点。不，那，我来。你嫌我脏，你嫌弃我。放在手尖儿，还好啊。来杯热水。
I think it's good now. 我饿，我也好饿。哎呀，吃饭了，终于。Akkor Isten hozott benneteket Magyarországot, egészségetekre. Egészség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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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Yeah! Ooh! Ha, mi van? Ha, game over? Game over! Ugye magadnak is, gyorsan, gyorsan egyél.自己亲手做真的不太一样，然后用炭火烧出来的味道也非常好，吃起来很香啊。很香。这个肉是他们自己养的吗？哦、oh, no no、不是、yes my baby yeah 自己的要疼是吧？ yes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的动物然后也都不吃，那为什么要养 Lexo？Lexa, a baby, 5 éves. 5 岁。5 éves. Igen, picike Lexa. Picike Lexa. 5 岁这么小。再看看。Horses. Lexa. 哇。看到马。És akkor én a mamám. Okay, baby. Okay. Megyünk, és vettünk egy lovat. Egy lovat. Okay. Aztán tomorrow, két lovat. Lexa, nice. Yeah. 原来是这样。就是女儿喜欢动物她就笑了，然后妈妈想越养越多让她笑，开心开心开心。有没有什么她最喜欢就还没有养的？Is this 驴子啊？青蛙。OK OK 鱼。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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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ses? 对啊，是那个的。有 ，OK。你会吗？马呀，马呀。哎哎哎！那就到这儿吧。啊 ，a cockroach。天鼠。真的，乌迪哥真的国际国际。Hello。那边还有传来了鸡和狗的声音。对啊，你看他们镜头都歪了。哇哦。Hello。我们吃着自己做的菜。你看欧弟这张随便。你们还能活下去吗？还好吗？可以啊，我们多浪漫，要看看我们的环境。Say hello, hello。看你们那么开心，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一会儿会打桌球，然后我们去泡温泉，泡温泉打桌球。不要再刺激他们了，好吧？大柱子要住在这里，他要结婚了，可以看一下他老婆，耶。他也承认了，你看到没有？拜拜，挂掉，挂掉。婚事哎，挂掉了。三位年轻人，三位年轻人，好好喝。He is singer, idol. 噔噔噔噔。És táncolsz? Táncolsz nekünk most este valamit? Mutasd meg. Hello. 女婿，女婿。我 B-box。The best dancer. Thanks, Dan. Yeah. Mutasd neki. Let's go. World champion. One, two, three, four. Yeah! És mindjárt venni fog.
of us is left. Okay. 要干嘛？要 Let's go. Yeah. Let's go. 干地。我什么都不会啊。谢谢，好可爱，那就会有，太可爱了，哥出来了，咱也是有我，爱你了有。亲一下妈妈。I can make mom. I guess she got that. 弟弟啊，什么呀？问一下那个怎么爸爸不在啊？家里没有男人呀？太尴尬呀！太尴尬。对。Where's Dad's appetite? Alexa in the shop. My clothes. Oh, Alexa, I'm sorry. Baby, 3 éves, mm-hmm. és az édesapja. Oh. Ennyi. Úgyhogy a borítanya, azt Alexa, meg én. Yes. Ketten. Yes. Ketten csináltuk ezt a borítanyát. Yeah. Milyen ilyen faszocsajuk vagyunk. Wow. Yeah. Okay. We don't know how long we stay here, but if we stay here, we will... 付出我们全部的 power help you。nagyon szépen köszönjük， köszönjük szépen。然后以后我们回来玩的时候，也会来这里帮忙。Barítanyára，ígyunk a barítanyára。哇。Ezt most meg is szom fenékig。Okay。当妈妈的眼眶泛泪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行了，对，因为我也是从小父母离异的人，所以我很清楚这种感觉。可是你看到他们都还是很开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你的日子并没有那么难过。如果妈妈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的话，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定都会做好，因为我们三个大男人，对，嗨，，hello。哎，明天好好干活吧，好好干活吧。4点钟，对，割草 ，No problem. I have muscle, muscle. No problem. To happiness, yeah, happiness.配色有一点似曾相识啊，这个配色，这个红配蓝，不，蓝配红，这个配色是好像。大柱子啊，有没有红帽子呀？红帽子有啊。红帽子有吗？借我一下，哥哥有感觉啊。是这么穿。就蓝帽子。It's me, Mario. 爷爷，我当马六吧。哦，你当马六吧。嗯。要跳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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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主。我回去行吗？可以啊。哎，嗯，为什么你们这么好穿？你穿反了呀，大哥，反了呀。不老好意思的呀。好可爱这个。带回家吗？带回家吗？哇塞，带回家吗？嗯，想带回家呀。它是什么品种？我看不懂。白天了呀。烦不烦呀？都快中午呀。对呀。神经病呀。神经病呀。摩羯座呀。工作狂呀。OK, let's go. 啊啊哦，先把脏东西弄掉，然后要擦油漆了吧？应该。Baby John, 哇，果然还女孩子家还是需要男生帮忙啊。对啊，干嘛？我看大柱子刷吧，大柱子刷。OK, 一个。Ho così meglio un po' di casa, non lo so. Dammi la mano, tu la cani per chi uso da pasto. Ok. E sciore. Ho da ho da casa. No. Ancora it va nel talicco. Ah, 这是什么？马粪吗？马粪。啊，噗噗。哎，马居然会在同一个地方拉屎，哎，这个真的不是到处拉，哎，马沙吗？这叫马沙吗？其实马粪应该很干净，很干净，它只吃草。那你不要尝一口？不，那就不要，因为我不吃草啊。来嘛，试一试吧。剪刀石头布，输了吃。嗯，这个赌大了。我的天哪，我不。马屎咖啡，马屎咖啡，马屎蛋糕，马卡龙是不是就这么做的呀？有可能。哎呀，这个是个不要太美好。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玩 ，OK， 好，走啊。对，哎呀，帅毙了。难道你要带我们去逃跑吗？我不想逃，我好喜欢这个地方。不，又逃跑，今天我不逃。不想逃跑了，我好喜欢这个地方。跟自由两个自由。我们现在就很自由啊。还有更自由，更自由，确定吗？确定，哎，确定啊，确定，拜拜，拜拜，拜拜。就我觉得挺对不住这个麒麟的，刚来，没有 OK 的。郭老已经在这享了很多福了，嗯，对啊，他儿子来了之后也应该尝尝苦头了。父在子还。Okay. Yeah, thank you. Vede, te no jo neruje, nero fiu odofen, polička bo sot lopato, no? O, skipeš te mi toto fiu lopato, no ko tolička, bo? Oto fiu, dobu sam peš. OK。OK。弟弟，你用这个吧，这个比较好推。这个好推啊。嗯，好吧。这。一号车 standby。二号车 standby。
b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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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m不是不，哇、哦，妈妈，妈妈居然有二师兄的感觉，现在。拜拜，拜拜。哦，下坡轻松了。发啥咪？发啥？发啥？到了。怎么样？你确定这不是一个养鸡场，是个飞机场吗？飞机场，看到没有？刚刚那台。看到没有，刚刚那台，你那么高的吗？比那还刺激，比那还刺激。Hello, welcome to the airport. Who wants to be the first? Me. Let's go. Oh, okay. 那我们呢？我们看着。好吧，我们给你拍照。谢，这就上去了。上去了啊，不然嘞。哎呦，你坐得进去吗？可以。哎呦。So, I just hold this? No, never. OK. 啊，这就准备起飞了，来，躲开点，我们往后点。Whoa! No.哎呦，进来了。你们起来了。哎，真的特别像竹蜻蜓那只手，啪一搓扑上去。结束。哇塞！
走吧。Oh my gosh.真的要剪吗？剪了，我都剪了。哇，那加油，心理挑战。你也不在意了？我不在意了，我还能跟你握手，没事。走吧。好轻啊！第一次摸屎吗？谢谢 ，Thank you。跳起来，拜拜。要是摸了屎会有好运啊。对啊。太好玩了 ！Thank you very much. Nice. 谢啊，害怕吗？太好玩了，一点都不怕了。真的吗？你别骗我。没有，真的很好玩。到我了，会有一点危险，这个了。我不参加花样男神，我这辈子都不会玩这种东西。哎，很好玩哎，真的很好玩。耶！我觉得他会害怕，他会害怕。我跟你讲，其实超恐怖的，哇！耶！我告诉你，其实很恐怖，其实很恐怖。哇哇 ！Everybody dance now。来了来了来了，有一种吓呆的感觉，口吐白沫，怎么样？好玩吧？说真的不怕吧？我害怕宝就冷。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啊？就跟自己飞一样的感觉是吧？很好玩，好吧？我早知道大桥我都应该跳，人生就应该疯狂，再不疯狂我就老了。这个时候麻烦打一下马后炮先生。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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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小下嘛。哎，哎，所以平时就他们母女两个人操持家务啊，给哇太辛苦了，他们好累啊。然后送来果园当肥料啊。走走走走走走、啊、这么说那有力气了。对，嘿嘿这啊，嘿，又要交好运啊。哎，OK， 这样működik mi hoztunk szart neki, ő megad nekünk barackot. És így cseréltünk. Yes. Ez az üzlet. 这是一个自然循环。Thank you. 他们吃了草之后，然后那个弄水果，水果之后，啊，哦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所以这个种了之后，然后我们吃，
然后我们吃完之后，然后再拉屎，拉完屎之后长成草，长成草之后马吃，马吃完之后再拉成拉屎，然后肥料。那我们干嘛不直接吃屎啊？不要啊，叔叔，我们还是吃这个比较好。好吗？但我们刚刚摸过屎了，现在吃也差不多了。哎，无所谓了。It's good. Yummy. 要不是为了要帮妈妈，才不要呢，真的太辛苦了。主要我也考虑到，你说妈妈和姐姐，哎，他们两个人真的好累啊。这样太没效率了，那怎么办？我决定 Q 他们。你说在这种舒服的环境下待两天真的是够了。什么？谁打来？我们在求救，洗温泉。我知道。什么？求救。怎么了你们？什么？收讯不好啊？什么？啊？求救！不是啊，我们这边那个是郭麒麟吗？怎么晒成那样了？各位哥哥们、大爷们、叔叔们，先夸我体型很不错。哇，你体型很棒，身材真好，好 man 哦，皮肤又嫩又滑。我们真的忙不过来了，我们需要人手啊！你们能来帮忙吗？我们是男神，应该要带来快乐。那你慢慢干吧。可是我们是在泡温泉，我们身上穿那么干净的衣服，刚洗完澡。善良的人心灵是最干净的，没错。我是坏人。亮亮，你来吗？我知道你是最善良的。对，他来，我们不来。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两个人决定的，这个是我爸说的。我爸说让你们三个人要立刻过来。现在谋权谋现在你爸不在，现在谋权篡位的是老陆。那个他说他要给他爸打电话了。对啊。我这一生中最讨厌的就是威胁。首先呢，我们觉得我们是肯定不会去的。啊，说起来。先忙吧。Inside, I'm already finish. No? Okay, let's go. Okay.
哎，欧弟哥，大肚子，哥哥，我受伤了呀！啊，你受伤？什么？他受伤了。你跟想办法跟妈妈解释一下，说啊，柱子受伤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回去。My friend. Yeah. Yeah. This. Yeah. That one help you. Brush. Brush. Yeah. Yeah. We have to help him. 有什么？你告诉我。阿弟，那个大柱子受伤了。啊？大柱子，嗯，怎么样了？那边撞了，撞了，因为楼上，红了红了，楼上，好，你先休息吧，好吧，那他先休息。我真的想帮助他们了，但是突然受伤了，吃的那么多，不能干活，真的丢脸啊，真的。哎呀！哎呀！干那个大柱子，大柱子呢？躺下了。柱子哥膝盖好像是筋那个错位了啊！还是那个膝盖吧。能动啊？那能动吗？其实没事，到底是做什么会变这样？因为他膝盖说是以前跳舞有伤，就是不是什么负重什么的。他刚才在刷那个油漆，应该是一直蹲着，对膝盖就。你先躺会儿吧，你躺会儿吧，有事叫我啊。别Hello. 哇 ！OK， 哇！哦，啊，来摸一摸，来。在周末，巴黎农场这里都会迎来许多孩子。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到拒绝不劳而获的理念，也可以体验到与动物相处的乐趣。妈妈，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因为这个节目呢跟驴妈妈有合作，如果能帮到你这个地方的产业的话，就是直接我们跟驴妈妈要求，就说要求在驴妈妈的网站要亲子游乐场注明这个点，对对，第一名就是这个地方，对。可是你可是翻了，可是翻了，可是。És akkor légy szíves, hozz szép mindenkinek, hogy jelek tóla. A szomlő tígerén gyújt a cissi van elő.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暑假，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
我送给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最喜欢的人。Thank you。我觉得来这边是一种心灵上的捷径，不一样。这个羽毛写下来的愿望，会能让我梦想成真。Thank you。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能够再来这个地方。其实有点难过啊，住了一个晚上，其实。希望有帮到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过，马上会过来。但是他要给我地址，或者是怎么会给他？他愿意接受这个，这个。Én mit tudok neki adni ezért cserébe? Bye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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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脚还疼，脚痛吗？嗯，真的，你这个要看医生了。OK，OK，Let's go。就是这里。Leg。He's broken his legs. Broken. I'm worried now.紧张吗？万一 X 光说你的脚不能跳，那怎么办？不是骨头的问题啊，韧带的问题。韧带嘛，就是筋绕过去了嘛，对不对？一点受伤了，我好像也有点痛啊。进去。扶我呀！车在那里啊！你说楼上好宽啊，楼中楼。对啊。不是说好了一人一间吗？切，我得打呼，我们就啪打你一下。没有关系，叔叔要是打呼了，我就直接把他翻过来，把他架在那里。对，让他声音出不来就可以了。对啊，睡中间好像最吃亏啊。以前小时候有这种火车，我很小的时候，然后也是这样，六个人一铺。六个人一间。我最后一次坐火车是上大学的时候。你们真的认真的想听火车的故事吗？我要听。手机买门票，周边游就找驴妈妈。本节目由自助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花样暑假，百样玩法。节目全程参与微信摇一摇抢红包，暑假旅游三折起。哦，我听过。火车上就是如果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真的会交朋友的。会，这是太久了，就面对面的六个嘛，这三个面对面就交朋友了。
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哇，信呢？哎呦，哎呦，我是花样男信呢。这张好，比贾乃亮还帅。这是给我闹吧，这个。谢谢你们。哇，为什么呀？神经病。